关怀弱势民众，爱心白米白联合关怀蓝俊宇、李伟南秀宝、罗岗分局甲罗岗分局志工协进会办理捐赠的活动，准备白米、米粉等等物资送予受灾乡的家属入户，希望帮助因减轻生活上的负担。爱心白米白发放白米予弱势民众已经超过二十年。关怀受灾乡的家属入户，即个特别结合关怀蓝俊宇、李伟南秀宝、罗岗分局甲罗岗分局志工协进会来到受灾办理捐赠活动。真感谢咱上爱心咱的白米白来发起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关怀弱势，啊嘛配合着咱蓝俊宇议员服务处，甲咱罗岗分局，咱的分局长嘛亲身到场吼，啊，搁咱的警察局志工协会吼，咱的理事长嘛亲身到，啊来关怀咱遮的中低收入户，啊，伫即个端午佳节呢，唔忙讲吼，啊，咱的。一点啊物资的体贴，啊，让因感受到讲吼，啊，大家对因的关心。真正非常欢喜哦，我们爱心白米杯持续非常多年这个发白米的活动哈，今天来到俊宇的服务处，啊，今天哩隆重吼，针对着咱受灾的家属哩吼，106户的部分哦，咱有发到咱这个白米，佮有发到炊粉，还有赠送一个我们玻璃管的杯子吼，来在端午佳节这段时间吼，可以给我们低收入户一些我们社会上的关心。白米白表示，虽然伊的白米欠收，但是为了帮助弱势家庭，伊特别选优质白米买来送给因。啊，经过超过20年了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白米吼、哦，特别去挑选的，因为旧年吼、哦，听讲白啊，无代无志，到只小狗来，把我的所有的稻米吼、哦，一暗拢全部拢灭掉去。所以你看，这种特别去注文的鼻头的粮食米，吼、哦。捐赠活动，罗岗分局甲志工协进会发动真侪志工来到三岗，这回来投入这项爱心的活动。那社区警政啊，就是在关怀地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那今天透过白米的发送啊，我想乡亲一定感受到啊，这个到处都有爱心，都有热情。那需要有帮助的，我们鹿港分局也会透过警情区的一个系统啊，深入发掘来做一个提报。那透过友善的团体、热心啊的一个公益团体来持续关怀地方。很感谢哈、哦，这次哦，我们可以哈、哦、一起哦，由我们鹿港哈、哦、分局这个志工协进会哦，和我们的啊秀保委员啊，我们俊宇议员啊，以及我们林分局长啊，咱上主要白米杯哈，还有今仔日哦，传这么多白米哈。共同来在这端午抓佳节下哈，圣公发放这物资来哈，资助在哦有需要的人哦，啊在此感谢哦，北碧碧啊哈，啊个各位长官的哦大力协助哦。透过这物资发送，希望来帮助这家属入户减轻生活上的负担，嘛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。新中华新闻创造青秀水彩虹报道。